回娘家，小姐妹约我回娘家一起耍，还有见我老妈的心情，化妆都不自觉加快速度了。散粉都是用直接倒的，随手拿了个眉笔一笔就成型，节约时间。画一个很流行的番茄鸡蛋眼妆，眼线笔的速度就是姐妹催我的速度。卧蚕就这样吧，不管了，反正娘家门口的人都知我是谁家闺女。开门啦，我亲爱的妈妈。这闺女能不能争长一点回来？回婆家，毕竟不是生养自己的地方，好多人只认识你是谁家的媳妇儿，不能给婆家抹黑，要做全村最美的儿媳妇，哈哈哈。粉底要少用一点，让门口的阿姨大娘都认为你是自然好皮肤。这回定妆要轻轻的，化妆也不能浓妆艳抹，不然总有些妇女看不惯在下面说你闲话。睫毛刷长长的，让他们看着比自己闺女都好看，你就成功了。当然了，也要有礼貌的主动跟人家打招呼，不然一定会说谁家的媳妇不懂事。脸那么嫩，脖子可不能黑，化这个妆从进村到你婆婆家一直微笑就成功拿捏了，哈哈哈。